Hello， 各位晚上好。也想我们在一起。嗯，离别的泪水是我种在你心口的记忆。宁可这风啊，你要隔着雨。慢慢。Hello， 来了吧，兄弟们的啊，晚上好，欢迎喵喵啊，欢迎海天。此后山水或许不相逢，转身天涯路漫漫。喂喂喂，唱首歌先啊，我看看。喂喂，你换上了他买的新衣，笑容和原来一样的甜蜜，从此在你的两人世界里，有个人把我永远的代替。早该想到这样的结局，你想要的我无法给予，看你坐着小车潇洒远去，留下我独自淋湿在雨里。无情的世界，无情的你，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不再委曲求全挽留你，就让泪水冲击爱过的痕迹。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想的太多会变得无力，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看透爱情，别看透了你。欢迎清风姐，晚上好。该想到这样的结局，你想要的我无法给予，看你坐着小车潇洒远去，留下我独自淋湿在雨里。无情的世界，无情的你，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不再委曲求全挽留你，就让泪水冲击爱过的痕迹。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想的太多会变得无力，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爱情也看透了你，无情的世界，无情的你，你把爱情当
正金钱的交易，不再为去修饰瓦流泥，就让泪水冲去爱过的痕迹。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想的太多会变得无力，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看透爱情也看透了你，哈喽各位的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啊，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走进4603啊，欢迎新老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小妖我看到咱说官方你们老看着我干哈，官方啥时候看着你了盯着你了又是不是啊，你总违规他不盯你盯谁呀，你看我都不盯，嗯，我都知道我不违规。因为你老违规啊，所以你被列为这个被执行人名单了，你知道吗？你违规违习惯了，所以说他们肯定得注意你啊。你像俺们这种没违规过的，有时候突然间有违规，他都注意不了，都逮不着，你知道吗？但是嘛，现在有一点哈，官方不用那种就是人工筛查了。啊，它有一种系统筛查你会违规。俺们是绿色主播，是的，没毛病。它有那个系统检测啊，应该有这种系统的。其实它应该这点应该还是能做到的啊，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它应该是能整了，就是系统检测这一块。所以现在原先的违规还要人工举报，比如说直播间的游客去举报一个好像能奖励10块钱外币还是20块钱外币。所以原先经常有人去干这事儿啊，去举报主播。现在不用人举报了啊，现在都官方自动识别了。以前光光骂他也不违规，就是以前是人工的啊，你直播间没有人去举报你就行，现在不行。这么说小妖是开车主播吗？也算是吧。但是每次开车总得翻啊，翻哪儿呢？翻到官方的沟里去。我今天应该播不了一整场啊，因为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脑瓜疼，脑瓜子像进水似的，你知道吗？哎，就一晃的就知道，一晃的就感觉脑瓜子里面有水。不是，这应该不知道是咋回事。可能是因为天气热中暑了。但是我也没在外边怎么晃呢，我们这边今天39度啊，应该是。往后两天有40度的天气，兄弟们。应该不是中暑，反正就是，反正就是不就是头疼。我刮上进水。你们那边冷25度，我们这边39。可能一会儿波扛不住就得下了。我先唱歌，我说话还好点啊，唱歌反正是得使劲，一使劲脑瓜更疼。还没有等到你的回响。你那边25度应该是正好啊，那天气应该是正好，穿个小长袖是吗？正好正舒服。总是荒唐，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谎，以为我们的爱不一样，现实却给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40度啊，应该都不止啊，这天气预报没报那么高而已啊，我总感觉都得一个41、42度。一记耳光。东北还是挺好的，热过去了。我们那边不行啊，这边属于说是，秋老虎应该是啊，没立秋之前还没那么热，立完秋更热了。痴心的酒，醉断人肠，半杯寂寞越喝越凄凉。爱你给我一身伤，我却只能一人扛，看破真相却看不破情。
刚才唱那个歌还不是很难唱，不是很高的，我给他整的是降调版的，唱完脑瓜都疼。看来我今天唱不了什么歌了。这场残梦该怎么收场？爱你给我一身伤。这一会儿忘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忘了量量体温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发烧。我还要学着去原谅。聊会儿天也行，聊会儿天也行啊，一会儿不行就休息了啊。梦醒时分，我眼含着泪光。核酸做了吗？核酸应该不用做，因为我近期没出门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没有疫情，没有确诊疫情啥的。我们喝下，所以应该是没有，不用，应该是没这方面的问题。你给的皮，快离他远点啊！隔着电脑，你寻思还能传播呀？隔着网，隔着电脑，指令传不了啊！哎，顺着网线传过来就麻烦了啊，那就完了啊，那就是这，那就是那就废废已废废了。因为我们的爱不一样，现实却给我一记耳光，痴心的酒醉断人肠。被寂寞越喝越凄凉，爱你给我一身伤。中暑应该不会，因为我基本上没咋出屋啊，都是屋里边空调吹的凉快的。如果一会儿量一下体温看看情况啊，如果不发烧就去量量血压。我却知道，反正就这几方面，头疼一般脑瓜疼，要么就中暑了，要么就是发烧了，是吧？要么就是血压或者低了或高了啊，就这种你几种情况。空调吹多了嘛，空调吹的也不多，我开的温度并不低，刚刚合适人体的适应的温度，不会偏冷也不会偏热。看破真相却看不破情网，这场残梦该怎么收场？爱你给我一，哎，你们说这血压的话是如果这个或者低的或者高了，跟这个人的胖瘦有关系吗？你说血压高或者低，我寻我这小瘦体格子，血压应该不能高啥的啊。也有，一般胖人可能会高点低点啥的，是不是？瘦的一般的这方面问题不太大哈。我还要学着去原谅。没关系啊，血压高低跟胖瘦没关系，是不是？梦醒时分，那回头我也测一测。你血压肯定是低，反正不是，反正脑瓜疼不是低就高啊，要么就发烧。我眼含着泪光，我们喝下你给的啤酒。爱你，完了那个号卡死不能打字了。你给我一些，不能打字你就用这号吧。我却只能一人扛，看破真相却看不破情网。这场残梦该怎么收场？爱你给我一身伤，我还要学着去原谅。欢迎小何，欢迎小何。那个号不能打字，是不是因为没有马甲啊？梦醒时分，我眼含有没有马甲那个号？要如果有马甲，那就是卡了那号。这泪光，我们喝下你给的砒霜。Let's go。不是有这个号吗？他说是另一个号不能打字。刚才死机了啊，那是电脑的原因。小妖有才艺吗？给展示一手呗。小妖的才艺就是高速开车吗？是吗？高速开车。我的才艺是睡觉。大哥你睡觉吗？谁不睡觉啊？谁都得睡觉啊。爱你给我一身伤，我还要学着去原谅。梦醒时分，我眼含着泪光，我们喝下你给的砒霜。
欢迎新来的朋友们，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啊，晚上好，晚上好。啊，我今天呢跟大伙聊聊天啊，稍微聊几句天，然后那一会儿我得可能得休息了，因为今天不能唱歌，我一唱歌一死劲，脑瓜疼，老疼了。我估计你们应该都有过这种情况啊，或多或少的可能都有过，就脑瓜子像进水一样，一晃到脑袋老疼了。反正我也有，以前也有过，但是不是很，不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一年不出现一回。我有过大声说话都疼，对呀，所以唱歌更不行。必须有你，这就人家俗称的说脑瓜进水了，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我不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脑瓜进水了。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经过了意外。香香，你每次都是把文轩这个手动从这个麦序移除是吗？引及你移除，他退出再进，他又上来了。嗯，他故意的，他一看他不在麦序上了，他就重新退出，重新进一下子，然后呢，你又给他移下去了，所以他老进出。这个场控小助手自动报皇马上麦序，不行给阿轩换成会员吧。只要我在，我就不让他上。不行给他换成会员吧，省得他老上去啊。阿轩，我给你换成会员了，你老往麦序上爬呢，你知道吗？十三哪去了？十三啊，十三最近没开播哈，这两天没开播，他最近。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玩两天人丢了。他人在三亚呢，三亚这段时间可能有点特殊情况啊，所以他最近可能没直播。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没。他可能他在三亚，其实现实中还有工作，他可能是工作比较忙。暗示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好不容易整一个帅哥，还给整丢了。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是不是应该多找两个帅哥？现在除了我啊，也就阿三还能帅一点，但是阿三他也不藏播，暂时。但是我要是休息了，你们就更没地方去看帅哥去了。我来再给你们整俩啊，我再给你们整俩帅哥，让你们也有地方看小哥哥去。难受就别播了啊，没事，一会儿聊两句天，一会儿再下。我不知道我家里还有没有那个温度计啥的，体温表，我就还一会儿量量看看啥的。阿三，你跟他说一下，啥时候回来直播，我还他20块钱亮哥。你这样吧，你还我这儿吧，我替他收着，到时候我转给他啊。啊，到时候我转给他，你先刷给我吧。啊，到时候我也行，好的，人欠我呗，我可以不？人你长得不行，长得不帅不行啊，你长得话最起码的行为哈，得对得起观众，就看着的话这个得颜值这块的话得过关。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碎生命中。别跟我长得，别跟我似的长得磕碜，你要跟阿轩似的那就直接作废，不要、啊、有万事的可能，
您就是我要遇见的。颜值不够，美颜来凑呗。美颜啊，美颜的话，我跟你说，有些人长得美颜都救不了。特别的人，你就像阿轩这样似的，你知道吗？美颜开到100级都不好使。有时候，亮哥，我行吗？我在广州，别人都叫我亮仔啊！你别提广州了，俺家隔壁我二大爷到广州，人家也叫他亮仔。我大娘去广东，人家也叫他靓女。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在广东待过。哎，搁这回我在广东那不是没待过呀。人家那边叫靓女，叫靓女靓仔啊，不是按颜值分配的，人家是按啥呢？按雌雄分配的。啊，人家按雌雄分配的啊。亮哥，快，难怪你说，难怪你不说我什么，难怪我不收你做儿子啊，你嫌我长得磕碜。嗯，那肯定的。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对不起，打扰了。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人。其实我发现了，现在做主播哈，以前做主播呢会考虑，会优先考虑什么呢？比如说才艺这一块的。但现在做主播，才艺这块不优先考虑了，优先考虑颜值，然后其次是什么呢？语言啊，颜值、语言，然后再其次才考虑才艺。跟10年前不一样了啊，跟那个7、8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考核主播的话啊，主播得考核考试啊，首先要考试考一下你的这个才艺。如果才艺，不管是你喊麦也好，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啊。就是反正有才艺就行。现在不是，我还行啊，都叫我中年妇女偶像，中老年妇女偶像。是吗？那你有这个绰号，可能应该也还行。其实你这个绰号跟我的绰号有点像。以前靠才艺，现在靠睡觉。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也不道理，反正是有占一大部分。嗯，你说的也占一部分。啊，也但也不是光睡觉啊，也有很多的这些的话，那个不完全，对，当然是不完全了，只占一丢丢。啊，有些人可能占一丢丢啊，但也不是某个人某个主播都是啊。也有很多不是的，你比如说我，我就不是。你亮哥，你啥时候户外啊？你别问这个事儿了，我户外你又不去给我当保镖。我近期不考虑户外，兄弟们啊，不考虑户外，咱别聊人家了，别聊人家了，别指名，别指谁的名啥的啊，谁名咱也不指啊。咱就闲扯扯小伙蛋啊，聊聊天。别提人名啊，别提人名，不太好，不太好。怎么说这个直播间也是公共场合，指名道姓的不太好，兄弟们啊，咱们也是一个，是吧？咱不提人名啊，提事可以，不提名啊。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想走得远一点的啊，其实主播还是真的是要才艺的啊，还真的是有点才艺的。爱一个人，要想走得更远更久一些啊，当然主播还是有才艺的会好。不需要慷慨啊，才艺主播有一点好处就是什么呢？虽然吃不太饱，但是永远都饿不死，只要才艺还在。是吧？只要才艺还在啊，虽然吃不太饱，但是永远都不会饿死。
但是有些电母啊，咱也不提人名啊，但是有些人啊，就是说大哥一走啊，结果就废了啊，基本就跟饿死差不多啊，也就充其量挣个电费钱是吧啊，这种情况也很多。菲尔就是靠才艺，其实才艺主播还是这个还是厉害的，也还蛮多的啊，才艺主播会整走得久一些啊，走得更远一些。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欢迎林子啊，欢迎林子。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我今天呢就不给大伙唱歌了，有刚进来的朋友们啊，这个跟大伙说一下，嗯，我今天播一会儿就下了，因为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脑袋疼，就是唱歌的话，会不舒服，嗯，就像有一种缺氧的感觉，脑袋更疼，嗯，可能是，发烧，也不知道是因为啥，我还没有量体温呢，但感觉可能是有一点，亮哥，我也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手表，是吗？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买的？你肯定买的比我这贵啊！我这老便宜了。啊，17块是吗？啊，17块。啊，17块，不便宜呢，嗯，还挺贵的呢。你那一点小天才儿童手表都不算啊，小天才儿童手表还1000多呢，好像是1000多块钱呢。你那17块能买一块，买的什么表啊？啊，这么便宜吗？嗯。文仙，你再上，我去，再上去就扒拉扒拉他。嗯，好，再上去就给你扒了。他那属于玩具手表，能不能走字儿啊？你的手表走不走字儿？我怀疑他别不走字儿啊。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电子表，嗯，电子表，上那个圆的纽扣电池是吧？上帝就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还有集结吗？有，2分钟以后开开啊。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我给你们开一下吧，召集令来，还有一次啊。在大腿，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好，我们的召集令开开了，你们这个大伙过过真爱任务啊。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对，大家伙过任务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一种模式，就是用这个1块钱的卷轴过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提一个瓶啥的。哎，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
瞬间。你把那个门童小麦须搬了，关了，他老抱我。你别动，他就不抱你了啊！你别老出去再进来谁，他就不抱你了啊！你一出去，你再进来他就抱你啊！你别动，他就不抱你。每一刻在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我给那个玩意儿关了，还不如直接给你皇马扒了更好。他只报皇马，如果你没皇马他就不报你了。行不行阿轩，我给你扒了吧。特别的人，这个那谁，这谁问我来，这个短约 ID 咋申请，我看看。拍个视频，我给拍个视频。点在脚上那个箭头，最上面一个频道信息，点开，然后就有一个申请短位，点进去就可以了。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又换手机了没有啊？没有换手机啊，还是这个。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去年换的。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上次我让我认证我都懵逼了，你说这个短位 ID 的认证是吗？人的认证，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上次丢了是这个手机吗？我丢了，我没有丢过手机啊。心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我没有丢过手机啊，我啥时候丢过手机？特别的人，没有吧？你记错了吧？不是我吧？我说我丢过手机吗？没有啊，好像是啊，没丢过手机，我记得我。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以前在好多年前丢过，在五六年前啊，4、5年前还是5、6年前丢过。这些年没有啊。上次你说啊，坐出租车丢了好啊，那那个是落出租车上有一回是，那不是这个，那是直播用的手机。我们是那个是直播用的，嗯。这是我自己这个平时使的，那个是指直播的时候使的，那户外直播的时候需要用手机。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还记得这事儿呢啊，那个是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应该是从兜里滑掉了。不是因啊，掉出租车那个出租车上了，然后司机给我送到他们管理站去了，我去拿的。凡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欢迎丹丹啊，晚上好。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一年那个时候我刚回安徽的时候，去年刚回安徽的时候，好像是刚刚开始户外的时候吧。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那个已经都不能使了，
但是勉强户外的时候放个音乐啥的还能使一使，那会儿那个也就是放音乐用，平时也用不上。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呀。我曾经多次的还有这个刚刚进来的兄弟们啊，我今天的话这个就是说了个哎梁二进来半天咋没唱歌的呢然后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唱歌了啊，因为那个我刚刚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唱一首歌检验了一下，我唱歌的时候今天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反正就是脑袋疼，尤其是唱歌的时候使劲啥的更疼，所以今天稍微聊会天，然后我早点下。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反正是刚刚在大概是现在九点多是吧，应该在六七点钟就有一点，也不知道是发烧了呀，还是因为天气热呀，还是因为什么血压高低啥的，反正就是原先也有过啊，问题不大。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以前也有过，以前也有过，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就脑瓜像进水似的，可能是特别的人，可能是发烧，有点。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一个人让那时间没不是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吗，没盖好被子现在它也不冷啊盖没盖好被子它也不冷啊爱大腿生命中有万事的，我跟你说就我们这边现在这个天气把空调给它打到16度都不带冷的信不信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来去量量体温，家里应该有温度表，我刚才那会儿是忘了量了，我在那个躺了一会儿，一会儿我去量一下子。那你今晚早点下，早点休息。不一会儿就下，我跟你们稍微聊两句就下。越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要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亮哥，我梦里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梦里有我干啥呀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几回心事长留，我们是对方文轩皮皮灰等着你，你躺下用湿毛巾放额头上很快就退烧了，如果发烧的情况下是吧，只有一天物理降温，这叫我知道，但是如果发烧光用这个好像不太好使，好像还是得吃药，他当时降下来了，然后还能起来，我以前试过这一招，你就是我不超过38度，不超过38度的应该都可以，
不超过39度啊，还是3838啊，38应该属于是低手，是吧？欢迎风，也许要人直接给他马甲下 了，哼，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意外才了解所谓那样只能管一时。对，我以前试过，以前发烧的时候用那个热毛巾，这个去降温降过，但是还是不吃药，不吃药的话还是管不久。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再八辈我真给你下了，阿轩啊。你别我给你对你仁慈，你别当我宠着你啊。别老说下马，一说马甲我心里就慌，你别你少叭叭两句就不下了。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碎，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很多进来的朋友们哈，大多数呢都是冲着听歌进来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不方便给大伙唱歌了啊，大家见谅。完了新来的朋友们呢，把那个关注点一下子啊，改天来继续听听歌，因为今天唱歌不舒服啊，今天也不知道是发烧了还是怎么，反正就头疼啊，尤其唱歌的时候会更严重一些，所以今天就不给大伙唱歌了啊，简单聊聊天，一会儿我就下了。头疼没休息好，应该不是没休息好，具体是什么因为啥我也不知道，休息还行啊，我每天休息的时间应该都比较充足的，都是够的，就睡觉这块都是睡的时间比较够的，可能是天气热或者是发烧了，或者是具体我也不知道，以前也有过。我们在一起离别的泪水切断你我所有情愿，吃点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不能瞎吃，得找到原因才能吃。隔着山那水呀，隔着水慢慢的不想离开你，也想我们在一起，离别的泪水是我种在你心口的记忆，你隔着风那里呀，隔着雨慢慢
不唱歌，不唱歌好的，不唱歌也有一点啊，只是没那么严重。你不是有医生的朋友吗？问一下子。其实这个都不用问，我原先也有，原先也有过。原先也有过，原先好像是说这个，是什么来着？是血压不正常还是咋的？死后风雨或许不相逢，我和你家人忙忙。这么年轻就血压了。也不年轻了，三十好几了呀，兄弟们。这个就是发烧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不想离开你，也想我们在一起。其实我刚才问了啊，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也不知道是这个平时是什么原因，就是脑瓜子一晃就感觉里边有水，是那种感觉，然后还疼。多数人都有过这种。我种在你心口的记忆，你隔着风。慢慢的，你也会忘了我。此后山水或许不相逢，转身天涯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唱歌主播的话，不唱歌的话，你让我坐这播，我真播不了，播不了一会儿。转身天涯路，对，不唱歌就瞬间没有直播内容了，播不动了，不会了。兄弟们，准备下了啊，然后呢，回头再给大伙唱歌。啊，今天的话这个特殊情况，早点撤退。兄弟们，下了我就休息了啊，完了那个好了再整。我不想失去。